记得晚上半夜，我上网就看了这张照片，哎，这很说明像我们公司嘛，就是一边飞一边修飞机，哎，然后争取飞回来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要我的人还在，我就会能重新重整雄风，所有一切失去了，就不能失去是人，对吧？对吧？人的素质，人的技能，人的信心，这一点应该是很重要的。全球人才问题呢，我们的人才拥有的人才应该在170个国家都拥有，大概有3万多名到4万名左右的外籍员工，但是到底哪个国家有多少，怎么数量我算不出来，所以人才的问题呢，就是我们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。